用生命来飞。无奈一段情受袂过爱情客，心只有你一个，深情你惜的，怎样行到缘尽的路尾？代志想要问你，也毋过，毋知影你即摆状况，敢会伤麻烦你？你是毋是想要叫我斗三工，找恁哥下咯？你哪会知？敢讲，阮哥七宝潜逃的代志已经写了？什么七宝潜逃？啊，今天就乱讲啊？无可能啦，迄个剑头军吼，无可能七宝潜逃啦。燕俊一个吼，连半暝啊，家拢无人，伊嘛不肯闯红灯的乖宝宝。啊，以早细汉时阵哦，有一届考试，监考老师困，所有的人拢把课本摕出来抄啊，就干那伊乖乖啊伫遐考试。我跟你讲啦，伊吼手法手甲淡薄仔变态。啊，搁再讲，伊这么爱子林，伊嘛不肯甲子林一人放伫遮啦。昨下新闻闹到这么大。今仔日一点仔消息拢无，我就感觉真奇怪，所以我得运用我的头脑，打电话问你妈。哦，原来是打电话问的哦。阿哥，你问我妈了，全部拢甲你讲啊。伊刚才甲我讲一点仔，其他的拢是我查到的。金苑君哦，失踪伫个便利商店外口，遐个监视器我查甫拢查过啊，拢无看到伊。安尼啦。这就表示，伊是去人查走的。就算讲金苑君超过伊要弃保潜逃，嘛无可能相片收回监视器。所以这人一定经过详细计划。才无留任何证据。不过，愈无证据，就愈让人怀疑这是经过特别安排。哦，少爷，你总是找回来啊！你的头脑嘛找到回来啊呢？吼，果然是唐永泉呢！吼，你的头壳真正有够牛的啦！唐永泉，你本来阮家大，做阮的军师啦。所以。用全身嘛，头壳是清醒的。安尼你不要瞎食药啊！哎，我买阿药呢，解药啊，紧。好好好。哦，我来解药啊，我来解药啊。院长有甲我讲啦，讲哦，用全哦需要尽量啊。啊，若头壳伤过清澈的时阵，就表示有好鬼啊，得爱食药啊。哦，好好，对对对，拿来紧食药啊，莫让病情恶化。奇怪呢，诶，头脑清楚的时阵爱食药啊，啊，互头脑无清楚，啊，我来看无，啊，就因为用泉的头壳若伤过清楚，安尼伊的头壳会伤过敏感，啊，接受外口的刺激伤大，就会造成一挂不正常的反应，诶，譬如讲幻觉，啊，所以伊来食药来控制。哦，诶，啊，你也毋是医生啊，你哪会清楚啊？啊，疗养院的医生跟我讲的啦，
明哥叫我来这照顾涌泉，所以我所有的代志拢爱知影。啊，你唔才专业，对不？小雅，来来来，加油啊！食药以后，足无爽快，我一定要先回去帮伊休困，你拢莫来吵我。唐永泉，我无你好好休困啊，阮家的代志哦，我会家己想办法，你着莫管遐济啊。歹势啊，我先去休困。我袂当叫药物控制，变做一个废物。我一定要靠我家己的意志力控制我家己的病情。工程全包出去用做，大家拢知影。方远飞落台以后，伊过去定来用的人头户，还佮空头公司的方式，已经让咱公司的名声受到真大的影响。甚至目前咱佮有进行中的建案，还佮受到检调单位的追踪佮调查。佮再加上最近印心被害，涌泉破病。一再负面的消息，让咱公司的股价直直落，甚至银行团嘛要对咱抽根筋。也毋过海港城的工程，还阁紧锣密鼓的进行，资金周转还阁有一个真大的缺口。所以讲，我打算要伫个董事会内面提出，将海港城的工程估计。转包给其他的公司。这海港城这工程到目前为止啊，是非常的顺利，而且这上困难的部分啊，咱就已经解决了。人讲啊，头过身就过，啊这头就过啊，啊你即马才要转包，啊你毋是白白将这金山送给别人？金董讲了是有道理，也毋过。海港城上无爱等五六年以后，才会当完全回本。以咱公司即卖资金的运作，若要压这么长的时间，恐惊会产生真大的风险。所以我认为全包才是保本上好的办法。也若无，一大笔一大笔的资金投入去。到尾啊，煞毋知影讲到底是毋是会当趁钱，迄只是成本是毋是有到都收倒转来，安尼就较麻烦。另外，以代理董事长的身份，带盛唐开发行出目前营运危机进程，咱公司还佫进行的一挂中型的建案，还佫会当继续进行。譬如讲，伫个兴建中的办公大楼，也是。交种已经超过一半的商场等等，这拢是确定会当趁钱的，咱就继续进行。然后海港城这款的工程，超大型的标案，上快就转包出去，咱就用咧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哪咧到处的背包，能够背得出？十八二寸呢？真正哦，拢被方远辉害死。方远辉真正是盛唐开发的大衰人。大家好，亲像拢无愿意转包出去分给别人赚。好，那安尼，
咱就来办证书，请各位股东提钱出来，帮助公司度过这摆资金调度的困难。那呢，海港城的工程就当继续落去，唔免发包出去啊。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！哎，大爷董事长，你家己别讲啊！啊，即摆公司啊，个人自家拢一团乱啦。我看哦，还是保守上好，上保险啦。确实啦，以咱公司即个目前的状况哦，家己资金拢放咧海港城顶头，真正哦风险较大啦。那以我个人的立场，我嘛希望讲哦，保本上好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我嘛支持哦，大家的决定啦。大家意思是讲会支持我的想法。是讲哦，我有一个疑问。啊，这个工程哦是咱公司出面甲政府承包的，啊，咱即马甲这工程转包给别人，没有问题吧？这代志。我已经请公司律师团评估过啊，绝对无问题。而且我连要转包的公司都已经找好啊。大当爷啊，这方婉菲哦，会晓撇步吼，哦，你拢学了真焦分嘛，啊，拢非常知影。要安怎挂钓啊？买会好康的哦。既然今天安尼讲，那呢，我想是不是所有收买的工课，拢交予金董来负责？哇！也毋过金董，恁孙仔金彦军杀妻刑案还未结束进程，我是惊讲政府有关单位，还佮有咱的股东。恐惊会对你投反对票。吼！千万唔通，千万不可啦！那真正要转包哦，咱金董的公司哦，我华方远辉哦，会死目唔万起，伊会从棺材顶头跳出来，找咱大家报仇啊！别！我再讲一届，温彦军哦，伊是清白的。伊是无辜的，要不过这公司哦是大家的，大家哦若是拢同意，而且哦搁有钱通赚，我就无话通讲。就安尼啦，先支持下咱安尼尔啦。我嘛支持大家的决定啦。好，既然大家拢同意，那安尼今日会议就到这结束。多谢各位光临。金董，请问燕军长交报回去了，敢有改变心意，阁要认罪啊？我阁甲你讲一届，阮燕军哦，伊是无辜的，伊是安怎要认罪？是讲法律是讲证据的，即马所有的线索拢证明燕军。有杀害应心的动机，还佮有动作，都麻烦你等于转告燕军，千万唔通弃保潜逃。要若无论伊走去天涯海角，我绝对无可能放伊煞。我今嘛就咱甲你讲，我非常了解燕军，伊绝对无可能的，伊哦一定会规规矩矩哦去面对。司法调查。哎呀，恁大家莫这样失职啦！虽然咱为燕军害咯，啊，不过人不是讲。无消息就是好消息。就算讲燕军哥想要一个人安静一下，啊，不过伊为昨暗到今仔日，拢无甲陈天兵，嘛无甲因家的人联络呢。
哎，这哪有啥物好奇怪啊？啊，查甫人拢嘛安尼啊，若是拄着袂当解决的代志哦，就会走去避开。啊，就亲像阮哥啦，啊，阮哥较早嘛安尼，若是心情无好吼，啊，就雄雄走出去，啊，一走出去哦，就两三天无看迄人，袂输甲叛变共款的。哦，对啦，陈天平，咱千万唔通家己吓惊家己哦。即摆想的是燕君哥到底会走去倒位？有一件代志，我感觉讲出来应该是有帮助，啊，不过因为还无法度确定，所以我唔知道是不是爱讲。紧讲啊，无得靠对咱有帮助呢。进前我看新闻报道，讲金燕君摕到的离婚协议书顶头的签名是伪造的，我就想到方婉菲，进前常常请一挂专家去伪造文件，设计伊的合作对象，害因去坐家，甚至是破产，然后伊才来坐享其成。你即摆意思是讲，赵应星极有可能是学伊妈妈安尼做？卡是我预料无唔对，赵应星一定有遐个管道，而且为着要报复恁，伊一定会去请遐个专家来替伊伪造离婚协议书顶头的签名。然后落予燕君，就讲是燕君去买收别人来伪造伊的签名。那你敢知影是要哪去找遐个专家啊？这我唔知影，刚来记你较早方婉菲拢会叫我甲钱汇出你海外的人头户，然后方便遐个人去领钱。我昨昏有特别去查遐个人头户，发现其中一个户头，这礼拜。有一大笔钱汇入去，而且是为台湾汇过去的。我想，这就是要让迄个伪造高手的酬劳。文文，你马上把这账户给我，我会跟警察讲。高冠桃，你莫这样冲动啦！咱今麦爱做的是找到燕君哥，才主动去找警方。哦，好啦。我原本阁掠准讲赵云星有改变，结果嘞，甲伊妈同款，诡计多端。所以赵云星进前结束好人甲我救，阁讲要离婚，甚至叫燕君送我一个手指。我爱这一切，背后有一个阁较大阴谋。虽然知影无应该安尼苛刻你，啊，不过你也是要做好上摆的心理准备。虽然方婉菲已经死啊，啊，不过赵应星收奖嘛呗，会当利用的主管真多。假使伊若心肝了贪怀，要甲恁同归于尽，恐惊的恁拢是伊的对手。哎呀，你莫讲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好不？有孙公方婉菲搁较厉害，啊伊嘛倒啊。这建平讲，歹路唔通行，啊那无早来拄着鬼。方婉菲会倒，迄是因为唐永泉甲民国联合起来对付伊。啊，不过你莫袂记哩哦，赵应星伊是民国的查某囝，赵应星有诶资源，啊，搁有靠山，是恁无法度比诶。卡输这件杀妻案，就是家己自导自演。那呢，嘛只有指令，肯去甲赵应星订逃人书，安尼经燕君交给。无可能。我甲燕君都袂放弃阮感情诶，敢讲你要走掉一段，互你遐尼辛苦，搁遐尼痛苦诶感情？是，我会等，我一直等落去。我甲燕君一定会将等到雨后天晴，雨后彩虹。伫这世界上，绝对无任何人会当甲阮拆分开。郭文文借料袂啊，予陈志玲讲几句话，就把我妈以前的秘密全部拢讲出来啊！佫差一点仔，予迄位文化界专家的身份曝光。无唔对，就是恁以为安尼。啊，不过卡输陈志玲想要去指控迄位专家甲我斗相共，绝对予人当作是笑的。郭文文这帮阮陪伊的，
无彩我妈以前遐尼啊栽培伊，真正是饲鸟自家破地。我早就想要好好修理伊啊。好，我知影。郭文文，祸从口出，我就让你体会一下大祸临头的滋味。公司到底是想替赵燕心伪造签名呢？那那金燕君都把我都证明家己的清白啦。方婉菲跟赵燕心一对母仔囝，你做遐尔济歹代志，敢讲你搁要暗号因？金燕君今麦出境这尔危险，啊，你袂当解释不救啊！宝宝，我真正袂当讲，咱也无证据啊。迄个专家一大有来头。伫咧文化界画水的跟当，我只是根据较早的资料去比对账户，加上对方婉菲行事作风的推测，嘛无一定是参像我所想的安尼啊。至少你爱给子玲一个查证的参考啊。只要证明迄张离婚协议书是赵英生家己伪造的，那安尼金燕君伊就有机会当证明家己的清白啦。子玲伊无证无据，凭啥物去找迄个专家？搁再讲，迄个专家嘛是凊彩，啥物人拢会当见的。你若是要去问伊是毋是有伪造文书，安尼毋若无法度甲金燕君斗相共，等到搁会惹祸上身。我感觉咱也是莫轻举妄动较好。啊，毋过好啊啦。弹落来啊！哎，到老人呢？去，去看麦。走。你是谁？你不是住这的人，哪会找你来？啊，是的啦，我无拍伊。啊，阮头拄仔经过门口的时阵。向后有一个花盆，甲我牵着，我想应该是有只落来。有只，真实啦！来，你来看，都伫遐。大安呢？真正安呢？足危险的。是啊，真正足危险的。奇怪嘞，阮的花卡拢放伫个涂骹，也袂放伫牛儿墙顶悬。敢讲花卡会家己走去牛儿墙顶悬跳落自杀哦？可能是那边的人，我说你把花卡落下啊。无可能，阮真确定，花卡一定是为这个所在落落去的。敢有可能是有人超过伊，为这把花卡弹落下啊？无唔对，一定有人超过伊安尼做。啊，若无，袂只唔拄啊好。文文，你想，敢会是张医生？快来报警！哎，莫报警啊，无路用的。咱无证据，会当证明是赵燕心为着要害我，才偷工把盆栽位才弹落去。两位小姐，你是讲有人偷工要害你哦？哪有人会做这款代志啦？安尼做唔好的呢。啊无，我甲你问看卖咧，阮厝边头尾敢有人看到有人走来遮，好无？好啊，多谢你。啊，若无安尼啦。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写给你，啊，以后吼，若是有啥物消息，再麻烦你随我通知。好啊。来。哪呢？敢是有藏啊一百块？紧看麦，看有啥物物件无去。
加在咱无啥物贵重的物件藏伫咧遮，嘛无啥物物件歹过。物件是去互贼仔乱七八糟，是无啥物损失啦。我连皮包内底的钱，嘛还阁伫的啊。敢讲，这个贼仔，毋是要你来偷摕物件？那呢，伊是安怎变来有白车哦？还是讲，伊是要来找啥物件？ 我的电脑去用严冰破坏，内底有关方文飞资料拢毁掉。你讲啥？你讲他电脑电脑去用破坏啊？无唔对，一定是赵应新掌握着咱的行踪，咱的一举一动伊拢知影。伊即马就是用这款方式在咧警告我，叫我莫白讲话。伊的手段真正跟莫方文飞一模一样嘞。 那恁是要安怎啊？啊对了，我会记你伫咧找方婉菲资料的时阵，伫咧唐永泉迄边拢有备份，咱会当去找伊啊。甲只个资料搁重新找转来。啊，不过唐永泉即摆精神分裂症发作，伊敢有法度处理？即摆唐永泉是唯一有方婉菲犯罪证据的人，若是无去找伊，敢讲要安尼准拄煞？ 文文，你得要想办法，把方婉菲犯罪资料搁找回来，否则会当搁发现啥物，替燕君解围啊。